你们是不要装修的呀？带着外送箱，南骑士站在路旁不知所措，看到远景出现，终于放下心，原来他迷路了。17号下午，这名22岁的男子从高雄林园要前往中寮山秘境，被导航误导，山区打转将近2个小时，迷航找不到路，往西南，然后向右转。以外送员要去的秘境设定中寮山香菇亭，实际导航使用机车模式，从高雄市林园出发，时间将近1个小时，道路蜿蜒曲折，都是小路，没有指示牌，一个弯错就没有回头路。这边不知道指引哪里啊，一直抠抠抠抠，就不知道抠别哪里，常常会迷路，我来很多次还是会迷路。之前有一个 Google 就卡在那边，刚好下雨天，它都烂泥巴，那我们要去帮它把车拖出来。附近居民认为山区电塔林立，导致网络讯号薄弱，山上小路多，就算经验丰富的骑士也还是会迷路。伊会干扰啦，因为伊电台两三间伫遮啊，拢一定会甲你带带你细条来路来，所以拢会迷失伊啊。小道呢，找到黄蓝。并引导其行驶正确路线。以外送员要去的秘境，海拔421公尺的中寮山，从高处往下望就是南二高，两旁二地景观全都能一览无遗。往前走还有造型可爱的香菇亭，可以供民众休息。许多游客喜欢骑车上山冲一波欣赏美景。警方呼吁山区讯号差，提前做功课，千万别过度依赖导航。三立新闻张哲如、陈渊。